今天的与会的来宾，也就是张佩欣女士。那其实今天有发现，来到这边听今天这场的，跟之前前面四场，她年龄是比较偏低的一个状况，不知道是不是跟讲者有关系这样子。对，所以我相信，会来听这个，可能是你本来就已经有很关心说社会运动，或是跟任何跟社会运动的档案相关的事情。那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在社群媒体或是新闻上面有注意到佩欣的名字以及她过去的事情。那她的身份有蛮多的，那比较官方的一个身份就是民间组织台湾世卫外交协会的发言人。那她今天则是作为一位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来和大家进行分享。那在大家左手边的这一位是王文岳先生，也是台湾 Wikidata 社群的共同主持人，然后也是媒体协会的成员。那他从大概去年前年开始就特别关注艺术文化档案以及怎么跟维基的一个资讯结构的关系来做连接。那维基媒体协会与新能源艺术空间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以及系列的讲座，也是希望怎么提升档案艺术以及文化相关的档案的算是保存以及应用的这个部分。那对我自己来说，其实社会运动档案是个非常重要但是很敏感也很难处理的一个议题，特别是对收藏机构而言。那难是难在说，当他在社会运动事件发生，然后又留下非常多的资料记录以及档案以后，到底是谁有这个权利去收集它、收藏它？那又是谁有权利去做诠释这样子？那但是收藏机构会这样做，其实都是希望能够让非参与者或者是只有某个角度的参与者，能够在未来的时候可以回顾到历史的某个片段。那例如说像台湾之前的太阳花学运，中央研究院后来就保存了一些些的东西。那今天也会稍微提到说，像是以开放知识库这样的维基或是维基百科，今天也会提到 Wikidata 而言的话，它是透过一个群众编辑的一个机制。然后我相信如果反动中那段期间，包含说一直到现在，Wikipedia 上面的条目都是一直有持续的在做更新的，能够让我们能够不断去了解有什么事情一直在发生。那我自己个人因为去年刚好也是在香港工作，那会选择离职回到台湾，老实说也是因为反送中的关系。那时候的工作的机构其实也是一个博物馆，然后馆内的同事其实大家在那个氛围之下其实会处在一种，因为我现在还有自由言论自由吗？那身为一个博物馆馆员，我们怎么透过收藏的机制尝试让一些社会运动相关的档案还有物件都留下？那当然这都是非常敏，对于一个收藏机构的人都是非常敏感的议题。那我就不再多说，我们先欢迎佩欣。之后我就回到没有讯号的地方。
议员出轨的时候，很多人得知樊东东第一手资讯是从我的频道而来的。好，但是这时候就有个问题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及时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有非常多的阴谋论跟谣言就是四起。那时候在台湾一直疯传一个人被打爆头，说他就是死在现场，但其实我们现场完全没有听闻这件事。然后我先埋这个梗，是因为这个跟后面我会谈到一个新闻资讯时间差有关。那这个是在6月12号的时候，当天下午发生一件事情。然后我是在6月12一直待到6月19号的时候回来，所以我在香港的时候整整待了一个礼拜。那当时只要是哪里有出什么事情，我就是到现场去做第一手的报道。这样，那对我来说，因为我完全不是任何的媒体或者是传播的背景出身，所以在现场我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就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我要用怎样的立场去看待一件事情，或者是我要不要用摄影机的视角去拍一个画面，或是我要不要以记者的身份去现场跟他们参与互动。没有，我去那边我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真正的运动者、行动者，就跟在现场的所有香港人一样，就是在没有做任何准备。我说的准备是你没有任何除了抗议之外的目的到现场去，所以我传过来的那些资讯其实没有经过太多的修饰。那当时大家看到的那些限动也都是以一个真实的运动参与者看到的状况，比如说你看到警察在打人了，所以你就赶快随手拿起手机去拍，类似这种很真实的情况。然后去年六月回来之后，就一路都有在做这个议题的讨论跟推广。那其实时间也过了已经一年多，然后大概在今年年初，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陆陆续续新版的那个，就是你们知道发行新的新书，就是会有一版嘛。然后在大概去年年底的那一版，就有非常多跟香港反送中有关的书就出来，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开始探讨说，我们在现场产生的那些资料是怎么被汇整出这些书籍，或是开始有一些展览，有一些展览或者是回顾影片。然后这时候就会开始探讨说，那在反送中现场，从去年六月一路延烧到去年底，它的抗争形态的转变过程之中，产生了非常多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招架，也没有办法预料说接下来会产生怎样的答案的情况之下，我们是怎样去做这些答案的收集跟整理。那今天的讲座就是，我这边是前端，我在现场看的那些资讯被制造出来，在怎样的环境被制造出来，然后文员那边就是后端，这些东西后来是怎样子被归纳，然后被再利用，然后后续会有怎样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我所不懂的，所以我会等一下会稍微阐述一下，就是我在前端看到的一些状况，那后续就会让我也会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就让文员他去解答。好 ，OK。首先，因为谈论到社会运动这个东西，大家可能对于社会运动的想象就是，我今天上街头抗争，或者是你们所看到那个状况是街头非常纷乱的样子。但其实，社会运动我定义它，并不只是在街头发生冲突的那个瞬间。就比如说，看外面多去嘛，然后也不是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里面乱搞。就是它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发生的事情，而是一群人在一个大时代下，他们在各个地方进行了一项有为着共同目标而去做事情。所以就以反送中来举例，因为太阳花的时候我才高中，那时候没有太多的参与。就以反送中来举例的话，我觉得整个反送中的社会运动，它不只是街头上发生那些很血腥或是很可怕的事。它还包括了在议场，就是他们的例会里面，他们最近刚选举完嘛，对，这个议场也是他们第二战线，然后再来就是国际战线，大家应该也有看到，就是有一些香港的领导者，就是会到国际上面去，比如说去跟美国游说，或者是去跟挪威那边有瑞典啊，欧洲人权法案等等，去跟他们游说，这个也是一个国际战线。好，那在议场跟国际的这个场域里面，相对单纯。所谓单纯是因为基本上都会有文字记录，而且
肢体冲突，会觉得自己是暴力的。那时候对大部分的香港人来说，整个六月他们都想要用非常和平理性的方式去传达他们的诉求。但是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个状况是，现场所有人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哦，但是所有人都会戴口罩，就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也被拍到之后可能会被秋后算账。那是因为当时散运的时候，后来就有一批大抓，很多被拍到的人都被算账，所以对香港人来说，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自我防卫机制在。然后以这段时间，就是从六月十二号到七月中之前，和李飞飞的这段时间，这个档案的输出相对平稳。他们那时候是静坐、游行、办活动、野餐。那时候新闻可能会比较少，是因为并没有太过激烈冲突，就是血腥会夺人球的那个画面。所以如果并不是一直保持的话，他们可能觉得那段时间好像没有事情。那其实那时候大家是处在一个和平性的状态，有点像是你们知道在散运的时候，他们会在街头办。比如说在路上扎帐篷，或者是在摆桌子在那边，大家会有一个街头的公民会议，大家讨论说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对，然后会大家好好坐下来和平讨论这件事情。大概是那段时间的时候发生的事，所以那段时间所产出来的内容也会比较偏向是有规律性的，就是哦，我今天知道有这场活动存在，然后大家也会知道说尽量不要拍到脸。所以那时候的东西会比较有规律性。不过，在这段时间之内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来是因为他不够血腥，然后二来是那些就是在街头公民讨论的这些过程之中，不太会有文字保留下来。就是我们最后所得知的可能会是新闻稿，就是好，这群人他们在这边讨论出什么，他们打算要怎么做。但是对我来说，比起那个大家讨论出来的结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讨论这个过程之中，哪些人持着怎样的意见，哪些人担心什么事情，这个过程之中的东西没有办法被保留。但是这个就会是有如果你细看每个不同族群、不同政治光谱上面不同族群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你会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件事情越演越烈的时候，香港的社会会越来越激化，就是因为这群人他们。原本的想法就不同了，但是因为在前期的时候没有文字保留，所以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被看见，我也觉得比较可惜。那后续要怎么去填补这段空白，可能就要努力的去，就是以他们档案生成的这批人，他们要努力的去找当时就已经在现场有讨论而且知道相关的人。对，所以在这段时间，我觉得对于档案保存者、记录者来说，他们有一个责任。或者是他们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去找人，然后补齐这段空白。OK， 然后一直到七月，大家应该记得七月二十一号的时候是元朗事件，就是在元朗，然后有一批白衣人冲进去无差别的暴打里面的市民，就是他们还不是示威者，就是市民而已。那这件事情之后呢，衍生出了一来是在这件事情之前。大家虽然对于警方会有诟病，或者是会去嘲笑他们，但是其实他们都还愿意相信说，哦，警察可能还是一个公正的执法单位。那一直到元朗事件的时候，那时候状况是这样：很多人在市民被暴打的时候，当时是完全没有任何警察的，所以市民他们就只能仰赖直播，或者是打电话给警察。就是报警说希望他们可以来救人，结果警察就是迟了三四十分钟才过来。那从元朗事件之后，从元朗事件之后，就是香港人普遍对于警察是完全失望，而且更确定了警黑勾结这件事情是从七月中的时候才开始。那当时还有一个艺人叫何君尧，大家知道。就是他那时候有跟黑道有一些互动，被大家看到，所以整个社会就更确定了警方是站在黑道那边，而且他们整个势力是跟政府勾结在一起的。那从这次之后，整个香港抗争才变得越演越烈。比如说，以前在元朗事件之前的警民冲突的时候，香港人会普遍选择不还手，大
但是到了原来世界之后，这个思维上的改变会是说，今天你打我一拳，我不回殴你，是因为我相信还有一个公正的第三者可以去处置你，比如说法律，比如说我可以告上法院，对，或者比如说我可以找警察去抓你。但今天当这个公正第三方已经不在的时候，他们就只能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所以在原两事件之后，警民冲突越演越烈，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警方是一个不公正的。所以当时候，警民之间一来，他们从散日之后就一直都处得不好。然后再来是原两事件之后，他们会有一种，有些人有些比较激进人，他们会有一种想要报仇的心态。那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氛围里面，警方那边会有一种，你知道警方怎么叫这些示威者吗？叫蟑螂。对。然后对警察来说，这些示威者就是不好的，就是暴徒。他们今天站出来是为了分裂国家，所以对警方来说，你们是不好的。我如果打你们、抓你们，我就是正义。懂这种黑白颠倒的？对，这是警方那边，然后在示威者这边会是，我们现在跟警方已经处得很不好，我们有怨气。今天只要有示威者敢出手打警方，他会受到众人的爱戴。对，所以就是在这种双方都觉得只要有人出头，他就是英雄的情况之下，在七八九十月的时候，就是整个演变到最严重。大家应该最有印象的是八月三十一号的时候，太子车辆事件。对，那像这个太子车辆事件，其实，从那次之后，就是大家普遍对于警察的作为，就不会再有顾虑，会直接反手。然后，还有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警方所用的武力，从一开始可能只是催泪弹。胡椒喷剂，然后橡胶子弹，到后来是你会看到警察直接把人压在地上，然后去踩，或者是拿警棍打爆他的头，就翻不及被宰的这种情况。然后再来就是开始有拿真枪，本来真枪拿出来是对空鸣枪，后来就射很多人，是真枪射人。这个是我补充一下当时的背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环境之下，原本在还没有激化的环境的时候，香港有很明显的前线跟后线，就是前线是冲突的点，然后后线可能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但是到激化之后，全香港都是前线，在原本前后线分明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有人受伤。那这个医护人员，他可以去把这个受伤的患者带到后线去处置，去照料他。但是到后来激化的时候，这些受伤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被带到后线去，他们必须在现场就直接原地接受医疗照顾。然后在这个环境的时候，其实后来很多救护人跟记者，他们是同时身兼两职。就是可能本来是救护员，但是他被迫去当记者，对，因为可能在那个最冲突的时候只有一台刀，那他们就会想要用，自己的相机就把这些记录下来。好，那可能原本是记者的，他们也会就穿上反光背心，然后就到现场去直接救护那些人。对，这些激化之后，所有的人都混杂在一起。然后在这个环境就是有警报。不为人性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的人身安全，比如说大家应该还知道说去年开始有人会去抓一群人里面怀疑你可能是警察，会有便衣警察混到人群里面，对，那这个氛围越演越烈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些人他们有相机，他们可能在随意拍的过程。不小心拍到了谁，然后产生冲突，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可能是警方的卧底。对，这是也是我当时遇到的状况，是因为我那时候在香港拍了很多照片，那
是因为有一群人觉得说，就是这个可能会危害到我们，所以就过来叫我们把照片删掉。这是我一开始都还没有那么严重，到后来的时候，甚至他们可能也会这样被打，然后很多档案会这样子就会流失掉，就是现场可能比较危险的，甚至是你有拍到有人对警察动手的，这些档案可能会流失掉。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产生出来的这些档案，大部分是影片、照片，然后可能已经不知道地点在哪里了，因为后来除了本来六七月的时候都还在中环警装那边，但是到后来是整个全香港都是战场，所以很多上传或者是外流的那些照片的影片，你已经没有办法回去追认说那个是一来那是谁的，二来是那个在哪里。对，然后这个也会是后续他们要处理这个影像跟档案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希望说可以参与这个反动中的事件，然后从摄影的角度替这个事件做一些记录。那所以他们就希望说可以把公馆的地下道做一个更完整的记录，所以跟我讨论。那因为我自己的专长比较在于就是拍很细致的照片，那就是花很长的时间，慢慢的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画面拍完，都再把它合成起来，所以用了这个方法。那我们就在公馆地下道，从晚上的8:30左右拍到凌晨1:30，因为那个时候人比较少，比较好多，就是拍的时候比较不会被干扰到，所以就选那个时间点。那也是因为那个时间点正好有在传说，就是那个东莞的地下道之后可能就会被拆除掉，所以我就决定说呢，就是与其就是在那边继续讨论的话，不如直接就做。所以就是我们当天早上先去看了一次场景，之后晚上就直接去拍了。然后拍的过程可能大家在网上也许会看到一部分呢，目前拍出来的成果就是我们有合成出来一张17公尺长的连环墙，那是主要的一个墙面。那另外还有三面，就是比较不连续的另外三面墙面的话，现在是有档案的部分，但是因为在要完全合成的时候，就是还是需要一些很高的硬体要求，所以合成完那张17公尺的照片就花了我3个礼拜，就是每天大概工作6到10个小时。那接下来的其他章的话，2个礼拜之后我会有一个讲座，希望说可以有机会把它做出来给大家下看。那对，因为最近也买了一些设备，就是希望可以顺利。然后这是拍照的过程，那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当然跟就是社会运动可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运动方式是每隔一个瓷砖就拍一张，就是每次间隔一格瓷砖这样子。对，所以。大概是这个是我们的思路，那还有就是。好，谢谢摄影师。是可以预告一下，下礼拜的同一时间，是我跟他的对，他的地点还在想说要在哪里，可能会在很有趣的地方。对，那要请大家谢谢。谢谢摄影师。农场这种没有办法以文字一个单一图像记录下来的东西，摄影师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创新，是因为这个图的解析度非常非常高，是高到你可以把它拉开，然后看清楚上面的每个字。对，所以它同时保留了你这个连农墙它本身的意义，一面墙一个完整的整体，然后你走过去的氛围它是足够震撼的，然后你又看得到上面的文字，所以我觉得这个连农墙。真的很厉害。那在连农场上面，除了大家的各种自己的想法之外，在就是会很常看到一些抗争的文宣，就是这个文宣，就是除了会贴在那些墙面之外，还有网络上面会有非常非常多，在香港他们的 Telegram 的群组里面，就是会有每天都会有很厉害的绘师跟设计师，他们都去做一些文宣，然后。哦，迷因指南跟口号都大家在说，先给你们看文宣的部分，这边。那我觉得，这些流传在网络上面的东西，也是一个我们之后到底要怎么把它保存下来 ？Question mark， 一个很大的问号。那总共我稍微归类了一下，在网络上面大家会传的东西，懒人包系列的，它大概会是怎样子的？怎样子的呈现？最大部分就是倡议跟迷因，大家现在应该都很知道迷因很盛行嘛。那因为单纯的倡议，现在就是你看这可能字很多，那大家可能就是假设我跟你政治立场光谱不同的话，可能也不会想要去转传你的。对，但是虽然光谱不同，或是进行方法不同，但是大家最后的目标目的是一样的。甚至是你现在的情绪会是一样的，比如说，林郑月娥她又做了什么鸟事，然后大家觉得很愤怒、很生气，这时候就会产生啪一堆迷因。就比如说，昨天她说什么
过了晚上六点的时候不可以出去吃饭。然后现在就有很多名言梗图，是那个六点前的病毒是硬硬，然后六点后的病毒是软软这种，就是类似这种，就是虽然大家的目的不同，但是感受到同样的荒谬程度，跟你想要传达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的情绪，就会用名言去传递。好，虽然名言传递的速度很快，但是反过来我们要去想，名言被制造的时候，它的真实性跟它后来所代表的意义会是什么？因为就以我们正式的档案保存来说，基本上名言是一个非常邪魔歪道的东西，对吧？很微妙啊，现在。对，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自媒体，也常常在探讨说，名言会不会对于整个公民讨论产生不好的影响？就我们现在可能在反思这件事。虽然唐风那时候出来讲说要名言工程，但名言虽然传播速度很快，但传播速度快，而且是一个很有用的载体的时候，同样的，它可能也会传递了不好的讯息。那在这个不好讯息之下，我们要怎么去判定，以及它被产生出来的过程之中，它被多加注了怎样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名言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被妥善的保存？甚至我们在后端要怎样去诠释它，怎样去处理它？然后，最大宗的就是大家在传递理念，然后跟他们的黑色幽默部分，可能是集体的想法跟他们的情绪，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抗争指南，在他们的现在网络文圈中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抗争指南，都是一个的懒人包，比如说他们那时候有讲说香橙阿妈，你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吗？他们把整个反送中抗争当成是一个线上游戏。对，所以他们就说他们要去像在 online 这样，然后每个人他们会有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职位，比如说你是何李飞，你可能专门去生产、专门去论述、专门去设计这些图稿，然后你可能是上班族，但是你可以负责去载这些思维者，那大家就会说他是家长，这个是他们的角色设定。那到后来越来越激化的时候，很有趣的一点是，他们出现魔法师这个职位。好，开始有了什么水魔法、火魔法，接下来越来越奇怪，虫魔法、虫性魔法，就是整罐然后里面全部都是虫，就砸到虫那里去。对，然后还有就是更可怕的食魔法。好，那我跟这位食魔法师呢，就是讲起来有点好笑。我跟这位史魔法师，就是他是我朋友的朋友，然后我后来听说他在成功制造出史魔法之前，他已经在家里炸了三次，然后他家就臭了一个月亮。这让我想到某个还蛮红的单机游戏，有款游戏的那个打怪的那个炸药，就是用屎跟猪脚的屎跟尿做的。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吗？对，死亡搁浅，对。好，我不知道。对。Anyway， 就是当时那个商场 online， 大家就有各种不同魔法师的角色。那在那段大家都想要在 online game 的时候，就突然有非常大量的角色指南，就是你今天是什么职位，你就会拿到怎样的指南，怎样的教你怎样去做抗争。对。那这个东西呢，我个人的解读会是，虽然对于就是正统的资料搜集跟检查来说，这个又是一个邪魔歪道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参与者，这个东西它成功点燃了很多年轻一辈的人，他们想要站出来参与社会运动的那个契机。是一来他们觉得，在这场运动中他们会有归属感，归属感是我现在好像真的在玩游戏，虽然他们心态上可能不会是那么轻浮。但是至少以黑色幽默来说，哦，我们现在大家真的是在玩游戏，我们真的有不同角色。那在这个游戏世界里面，大家可以做怎样不同的努力？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抗争指南的出现，可能对于整个正式的社会运动来说不太会被提及，甚至是如果你们今天有些人如果今天没有来的话，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但是我觉得它在整个隐性中，就是。并不是那个新闻表面大家看到那个情况之下，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怎样的暗流？怎样的隐性的动力去推动？我觉得抗争指南是一点。
就有值得被记录下来跟被好好审视的这个价值。OK， 那所以这边都也要问我们热说，那这个东西你们会怎样去看待 ？OK， 好。哦，对了，就是他除了跟你讲务实手法之外，还会跟你讲到现况有怎样的挑战。就比如说，可能很多他们的中学生或大学新生，他们会不知道社会现况是怎样，或者是不知道你站上了街头之后你可能会面临的危险。因为当时散运，他们上一次街头运动已经是散运团，散运那一批人大概工厂比较大，就是可能有些人已经毕业，有些人就是离开香港。那这一批的示威者里面，可能很多是没有街头运动经验的。所以在抗争指南之中，除了告诉你可以务实的怎么做之外，还包括说，哦，因为现在有怎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尽量去避免它。所以在这抗争指南里面，也可以，我觉得可以还蛮清楚的看到说现在他们面临得到的状况是怎样，而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职位的抗争指南里面，就会呈现了不同的非常细节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对，但我觉得这个大家没有去。保存下来，或者是没有去正视，它会有点可惜。因为从这个记录里面，蛮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运动是怎么变动的。文轩刚刚讲过，他主要就是在讲一个集体行动，就是几月几号要干嘛，然后基本上图片就是那种会让你燃起一种很强大的。凝聚感，就比如说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或者是象征现在香港物件的头盔啊，然后猪嘴啊这种。再来就是到了艺术创作的部分，基本上在一场抗争之中，我觉得。我原本觉得艺术创作可能会是在比较后期才出现，但是反正说它这个性质太不一样，因为一来它很复杂，它时间拖很长，然后再来就是现在的那个数位平台非常的蓬勃，所以我觉得这个艺术创作的实现，就是它出现的时间反而缩短，然后而且它可以很快速的在网络上面去流传，而且艺术创作的流传，我觉得不输于。就是我们可能会把这些艺术创作的东西拿来再做第二次的诠释，可能把它拿来当做文宣，或者是拿来做理念的传递，甚至是对于一件事情的反思。就比如说那个照片，拿刀刺警察那个照片，就是最近的刺警案，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有一个港大的学生。然后，再来就是在艺术创作里面，它可以。没有框架，他不需要被现实绑架的去把他们内心心中的情绪呈现出来，不管是不怕死的那种情绪，或者是想要跟你他妈跟你拦吵的那种情绪，然后他们在现实中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东西，他们就可以利用艺术创作的方式。那我觉得艺术或是图像这种虚构的东西，它的感染力是很强的。当大家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被感染到了，他并不需要利用文字。去讲了一大堆理念或者是想法，一张图出来，大家看到，可能就会很有感触。我这边没有放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等一下如果有机会找给你们看，就是他画的是成功光复香港之后的情景。对，那比如说就是大家在包底很常说就是包底见嘛，包底见，出照相见，那张图就是。他画了大家在包底就是他们的立法会，他们的立法会下面终于把那个猪嘴脱掉，然后把面罩脱掉，然后可以把所有的抗争物资放旁边，然后大家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像这种东西，大家一看到就会被激起那种对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或者是这个，即便大家理性上知道说哦他可能没有办法达成了，但是他却是我们大家都很心心念念的一件事情。对，像这种感染力、渲染力就很强。所以艺术创作，我觉得它背后所代表的含义，又包含了更深在个人心理层面的东西，而且这个个人是可以放诸到整个社会群体，可能大家最终就像我一开始讲，大家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艺术创作。
些本来都是页面的，就是它是图像是文字，可能还比较好处理。那像这种，这个是有声音吗？不是很大声。好，没关系，不重要。这是2月16号，就是200万人加一那一次的影片的计时，就是他并没有多做太多的简历，然后就只是把当天录到的影像串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它其实就已经让大家可以进到当时在游行的那个状况。好，它没有字幕，它就只是很多影片的剪辑而已。那我觉得在看这个影片的同时，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在里面的感觉。敬你了。大家拿那个白条是因为6月15号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牺牲者穿黄色雨衣那个，对，所以在6月16号的时候，每个人上街都带了一朵白花跟一个白色丝带。他们的口号就是这样，就是概念一样的意思啊。
性，黑色幽默，他们很凶，但是他们会用尽量合理和可以理性的方式去表示这件事情，对，然后大家会因为这件事情去笑，而且他的感染力非常好，就是这个照片传出去是非常好的，但一样在打篮球那边一定会觉得这个事情无关道。然后还有一段是很难过的，就是那段过程，刚刚影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是所有人拿那个手机开手电筒，是亮亮的。那那边就是因为我们游行的时候经过那个前一天那个黄色雨衣跳下来的那个地方，所以在那段在那个地方，所有人都非常安静，就是安静到有人讲话，大家会转过去看他，然后安静到你会听到有人憋住不敢哭出来的声音。然后那个声音，他可能在啜泣，他可能是有点在呢喃，有点在低，尽量的不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但我觉得这种很压抑的哭泣的情绪，反而感染力非常大。然后你会看到，像我跟我朋友他们，就是在那一排整条路上全部都是铺满白花的地方，你会看到有人蹲在那边哭，你会看到有人在那边90度鞠躬，然后你会看到，因为那时候开始有一些自杀潮。你会看到旁边又贴满了说，如果你需要心理支援，需要帮助，请拨打什么什么电话，什么社工，什么心理师等等的，就是一直在那边贴，就是很害怕大家那个心理状态不好。然后你也会看到有一些社工，他们是在现场走动，然后去看那些就是可能状况不太好的人，或者是因为这件事情非常 depressed 的人。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也没有办法被保存下来，即便说可能有人写了一些报道，或者是拍了一些照片，但是你没有办法把现场的那个情绪写在里面，或者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就是因为这个情绪感染力实在太强了。然后还有一段是我觉得是很温馨的，因为那一段是有人刚好背着吉他，然后在弹歌曲，那时候还没有《月容华回香港》，还没有这首歌。那在当时呢，大家都是唱圣歌。为什么会唱圣歌？是因为在这一开始，政府不让大家去群聚的时候，但是可以以宗教的名义群聚。所以就是只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因为怕被抓，就开始唱圣歌。然后就一堆人是街头上告诉大家，他妈都在唱圣歌。那时候他们有一个讲法，就是说，我跟你讲，睡着的时候都会听到，不是因为你听太多，是因为他们真的还在唱。然后后来这个东西就开始，黑色幽默就变成说，哦，我们这个圣歌已经变成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知道说我们在这边就是要唱。然后本来是一群人围在一起唱，后来变成一群人围在警察旁边唱，就是有一种我现在要净化你那种感觉。而且你知道警察在执勤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带耳塞的，所以就大家就很开心，就是在旁边骂完警察就开始唱圣歌。然后到后来那个愤怒值越来越高的时候，就变成是，我要超度你，这样。对，就是真的，他们就是这样讲。所以，那时候这首歌，它除了代表一种黑色幽默，代表愤怒，代表悲伤，代表害怕，因为他们一开始唱这首歌是因为很怕自己会被抓走，所以这首歌它凝聚了非常多的情绪在里面，融合非常多的不同的场合的情绪在里面。好，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游行的时候，就有人弹吉他在弹这首圣歌。大家就我们跟隔壁的人其实都不认识，但是我们就会开始勾肩搭背，大家勾肩搭背一起往前走，然后一起唱这首歌。这种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它带给我的感觉是一种，除了是温馨，而且是感人，然后我们现在团结一条心的感觉。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大家的情绪、大家的理想全部都是融合在一起的。然后我们是一个很强大的群体，我们什么都不怕，然后就随着游行队伍一起往前走。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没有办法有东西有办法去保留下来的。即便你今天看到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大家在唱圣歌，但是你不知道这首圣歌在之前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影片的感染力就不高。甚至如果你没有在现场，你没有被勾肩搭背的话，你只会觉得哦，是一群人在唱歌，哎，就这样而已。所以，在9月29号的时候，台湾也有一个游行，但是我那时候去参加这个游行，跟我在香港游行那个情绪差别是非常，落差是非常大的。因为对台湾人来说，毕竟这还是跨了一条海峡的事情。那即便在台湾有一些香港人，
但是这些香港人他们可能当时也不是在现场，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像这种是没有办法被复刻，甚至是即便有文字有影音，都还是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诠释或者是典藏下来的必要。对，那如果没有我们这种第一线站出来讲这些故事的人的话，对于档案记录者来说，他们看到这些东西，他们可能会一时间不知道这个东西该不该留，或者是它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不知道要去确认这个意义的责任是落在参与者身上，还是落在那个档案收藏者身上，这也是我等一下想要问的。写实又会是
没有办法补充太多脉络状况。通常新闻它只会告诉你人事实地物，然后现在此时此刻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它是比较碎片化的，它不会是说哦，因为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后来怎样，它不会跟你讲这个。那就这点，我举个例，大家还记得第一次警察对空鸣枪的时候吗？大概是八月初的时候，那时候警察对空鸣枪，那新闻就只会讲说哦，现在警察在哪里，他开枪了。那这个很又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是，如果去比报，比报就是你看不同的媒体，他们去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用的标题是不一样的。比较支持示威者的人，比较支持示威者的媒体，他可能就会下得比较耸动，就说哦，警方开实弹。对，那如果是比较亲政府方的媒体，他就说哦，警方对空鸣枪，就是这两个听起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但是你看新闻的时候，你知道怎么越来越严重。但是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那天有一群人，他们去砸了一间麻将馆，有一群示威者去砸了一间麻将馆，然后警方很快就赶到。警方很快赶到的时候，这群示威者就觉得不爽，就不想去。这个前因推到这边可能还听不出来，但是再更往前推一点。这间麻将馆是当时元朗事件那些白衣人开的。对，那这群示威者当时在元朗的时候，这有些市民在元朗的时候报警，警方迟了三四十分钟才来。但是今天示威者去砸这个麻将馆的时候，警方却非常快的就赶到。如果你是示威者，作何感想？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不是保护我们，是保护他们？这种愤怒在，然后二来是。当时候那些白人没有一个人受到起诉，没有一个人受到处罚，警方跟黑道都没有。那为什么我现在在砸麻将馆的时候，你却要来管我？还有为什么他要砸麻将馆？因为这些黑道分子，他们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那怎么办？我只能用我的方式去逃正义。所以他们那天去砸麻将馆，警方很快就来，然后示威者觉得说。就是一定会生气，他示威者就是包围警，就是包围警车。那在香港的警察，他们分成两种不同的，一种是他们是有一个警方系统，有一个是有阵型的警队，然后另外一种是单点的警察，就是他可能一台警车、两台警车，那这种就很容易被示威者包围。这种放单点的警车，他们当被包围的时候，警方他们也会想。所以那天就在这种混乱情况之下，警方对空鸣枪。好，这整串故事是我们到后来在拼凑真相的时候才知道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可是以新闻来说，就只会跟你讲那个时候警察开枪了，就这样。所以，那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真实？应该说，对，它是真实，但是片面的真实可不可以代表什么有价值的资讯？所以，这也是新闻报道我们所要谈。再来就是社论，其实以整个就是以档案记载来说，社论通常不会被采纳，是因为社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它可能是社会评论家，它可能是长期关注政治的 KOL。那虽然它会把这个脉络性补起来，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一图就是属于社论的一部分，它会把这个脉络性补起来，但是在补脉络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是。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切入？你怎么切？怎么解释？可能都顺。这个东西就不会是客观，它会是主观。那再来就是比较有批判性，批判性就是说，我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做出了我自己，是正是反的决定，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社论里面。所以太过主观的东西，以客观角度到底要怎么去诠释它，或者是它明明已经代表了很多很重要的内容在里面，可能有事实。就是以当时现场有去补脉络，然后可能还有放了一些解释，比如说拿一些政治哲学、一些思想、一些流派去解释这件事情，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被收录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再来是文学，其实就是故事。大家很常在看，比如说他们的白色恐怖的故事，二二八时候发生的故事。好，
虽然大部分想要去记一下这些故事的人，他们可能都想要比较客观或者是比较纯叙述的方式去记它，但是大部分基本上这故事本身就已经是带有主观性的，然后再加上以文学的角度去呈现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又会分成你到底是想要去传递这个情绪，比如说传递他真的很难过，他家真的很惨，以台湾的历史来说，还是说哦，我只是讲了你家那时候有谁然后被抓走扔进洗衣物，就是以文学来讲，大部分都还是会比较偏向个人情绪、个人感受的部分，甚至会用很多修辞啊，或者是比喻啊，具体化他所感受的东西。对，但是这个东西已经是二次诠释，你既有采访过程，然后你写字的那个人再以自己的想法去把它诠释出来，这个东西它就已经失真了。就是假设你要说新闻才是真实的话，它已经失真了。但是它重要的地方在今天你看新闻，新闻没有办法把情绪传递给你，你没有办法知道现场到底是多么的混乱跟难过悲愤，甚至我刚刚举的例，在游行现场那些情绪，就是这些情绪才会推动人们去做出一些实际行为。对，那但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个空白就必须回到文学里面去找，因为文学它是一个，文学是属于艺术创作的一部分。艺术创作如果刚刚所说的，它并没有任何的框架，要怎么去诠释，要怎么去让大家感受到这件事情，这是作者跟受访者本人去决定。好，他带出了非常重要的人性的部分，因为他讲出来的东西就是他当时真的所感受到的，对他来说那是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不管是社会学家或是档案保存者，我们要去解读那种很大叙述脉络的东西，还是我们去解读一个人个体生命经验故事？对，就看你是要站在宏观，站在微观，这两个是完全不同极端的角度去看待一场运动。你是看待一场运动的全部，还是你直接去认识那个参与运动指挥者？以反乱风来说也是这样子，就是现在有非常多的线上网络，他们会去对一个人做专访，那你去听了一个专访，一个真的参与示威者他的心路历程，你可能才会知道这个整个大时代下参与的人他们受到怎样的压迫跟伤害。而我觉得这才是真的真实，是因为每个时期每个参与的人，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才会促成整个运动，就是因为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情绪造成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想法造成行动，最后的行动才创造了历史。好，最后就是这一整个过程中，我刚刚讲的最前端的，怎样子的环境，怎样子的答案被生成，生成之后再来怎么办？收集完了，现在很乱，要怎么整理？整理之后后面怎么点查？这个就又是我觉得这是中间人他们应该要思考事情，甚至是运动者跟记录者可不可以是同一个人？想象一下，就是在刚刚非常非常危急的情况之下，你飞弹打来，你都来不及去找网球拍打回去了，你怎么可能拿起相机？所以在那个环境之下，其实非常多的运动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没有办法去思考说怎样是好的构图。比如说拍照的时候，如果我直接拍我现在面前的东西，它可能又会失真，因为这传出去，大家会觉得好像都是警察的暴力，但是可能旁边有另外一个警察在被打，但是我们拍不到。就是说我们身为运动者，一来在很混乱的情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思考到底怎样子可以呈现好的客观的中立性的资讯，那身为记录者他又会失去一个你今天身为抗争者的时候会看到的画面。通常记者会站得比较边边，对，当你不是真的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时候，通常站得比较边边，你虽然可以拍到比较全观的，但是你却没有办法拍到示威者他们现在眼里的世界。那运动者跟记录者到底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我觉得在这个环境之下是没有办法。但是拉回来说，今天如果我是运动者，假设我回来之后，我把我自己所录到的东西、录到的影片，我自己再用其他的文字叙述去写下来，然后最后出成书籍，
就比如说当时元朗事件被打的一个人叫刘广成，他后来出了一本书，那这个东西也是记录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在另外一个时空，运动怎么记录的又可以是什么角色。然后好，接下来下面是三个我觉得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失真，中间失真我刚刚已经讲过很多失真的案例了。那时间差的部分是，通常我就继续举刚刚那个香港警察开枪 的事情，在他开枪的瞬间，所有网络上突然炸开都是只有那个警察开枪的片段。对，那大家就觉得大家当时的情绪跟舆论就会一面倒向说警方他现在动用武力了。那但是呢，另外一批人，比如说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比较支持政府的人，他们就会又拿出另外一个影片说，你看是你们先去报个警车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时间差，就是因为在大家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被你第一个看到的资讯所影响，你会有一个心震在那边，就是你看到之后你情绪卡在那了，你可能没有办法再跳脱出来，或者是提醒自己应该要去了解前因后果。当这个影片因为太过于惊悚，一出来之后，啪，所有人的舆论就是导向说，我就是你警方就是太过暴力。但是另外一批人，因为他们可能在时间过了比较久之后，就是事件当下发生比较久之后，比较完整的影片才出来，他们就会觉得，你看你们这些人就是不问前因后果，或者是你们就是很激进。所以我觉得时间差这件事情又会造成社会的分化，就是一群人他们因为情绪而做出了一个判断，然后但是另外一群人却可能因为一开始比较冷感而觉得这群人太过激进。那后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养成的过程，就是你原本这两派人他们差距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差距可能越来越大。到后来，这两派人所产生出来的资料，就会有非常浓的自己的意识形态在里面。对，那就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论述。就比如说，大家如果当时有在滑抖音或者是滑微博，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是一个平行世界，然后我们感觉是明明经历了同一件事情，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已经带有主观意识。好，那这个东西到后来到底要怎么去整理？在典藏的时候，我们需要同时间去呈现这两个不同的说法吗？对，这也是大家的问题。然后诠释权的争夺，这个会是说大家应该知道，虽然香港算是五大台的状况，但是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有名而且常常受访的人，比如黄之锋，比如林郑，比如何桂兰，然后是李强姐姐，就是一定会有比较话语权的人。但是这些有话语权的人呢，他们又各自可能代表了不同的流派，比如说抗争派、泛民派、本土派。那今天如果他出来讲了说，就是去解释了这个大家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可能所有人就会觉得，哦，整个拍戏的人都是这样觉得的。然后这个在香港里面发生过很多次争执，就是因为黄之锋讲了一句话，然后大家就开始骂他说，没有啊，我们大家不是这样想的、啊。对，可是市井小民的声音会被听到，然后一个 leader 的声音会被听到，那这整个诠释权可能就会被这个 leader 所争夺走。那我们心里想，到底要怎样夺回我们自己的诠释权？甚至是到后来档案要典藏的时候，我们要去听这个 KOL 的呢，还是我们还要必须再去求证过一次？最后就是谈到比较跟媒体尺度有关的东西。刚刚前面讲了这么多需要在意的东西，需要去知道说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地方。那这个意识跟责任，是在记录者身上，还是在阅听众身上？像刚刚我所说的，记录者他们会有非常多的不可抗力因素，那阅听众他们并不在现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在意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极端。
记录者，而且他有意识，也必须把这两个东西串联起来。就比如说，波波接记者，刚刚所说的香港的很多记者，他们可能是因为反动催生，他们本来就已经立场。那今天会不会可能有一个波波接记者？我假设的，他并可能是外国人，他没有直接参与，或者是会受到这个情绪影响，他可能就可以比较真的中立客观去承认这件事情，对，然后他就可以比较注意到这些事，这些意识跟责任，在记录跟阅听众身上，是不是有一个可以新的讨论方法？所以这个我自己的答案是这样，那这个问题抛出来可以给大家去想。最后就是谁要来监督历史权？媒体他们是去监督这些行政啊、立法啊，甚至是去呈现真相的一个历史权的存在。但是当今天媒体所产生出来的东西，我所谓的媒体是包括所有所生产答案的媒介。当今天这些媒介生产出来的东西，谁又要去监督这些东西？因为他后来生产这些答案会流到收集整理典藏，对，那典藏的过程之中，典藏人他有需要再回去求证这些被媒体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真实性、脉络性，这个责任是落在媒体身上，还是落在典藏人身上？这是我一个想不到的答案。OK， 当今天他要典藏答案，当今天他要典藏这些资料的时候，他还会需要再去做求证的工作吗？如果要的话，哇，所有责任都在典藏身上，他又要收集，又要整理，又要典藏，然后又要以后甚至是要做检索，对，辛苦了。那如果他还要求证的话，哇，忙都忙死。好了，所以我欢迎九月。不要忘记做把东西分开的。摄影会挡到。
那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立场新闻在把这张照片上传到维基共享资源后，因为我没有去求证，但是他在上面对于这张照片的描述是，记者参加这个记者会后，透过反光背心跟头盔向上面的人表达抗议。那这样子，这个记者他还是个观察者吗？还是他其实就是个实际的参与者？而且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在某些官的这些记者报什么，你只有记者才进得去，抗议者是进不去的。那所以有时候记者，有时候像佩君刚刚讲，记者会站到边嘛，但另外有些时候，记者才真的可以站在最前面的地方，虽然不是冲突爆发点，但是那个地方是可能某个事件的发生点。那在这边你会发现说，这个记者他到底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呢，还是他其实在这里面，他其实就是这个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这其实也不是现代的社会运动才，这不是那个反共才发生，是现代的社会运动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状态在产生。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得力于这个技术的普及，像刚刚那像现在在座各位手机拿起来就可以马上拍个一张，或者是你手机开下去，你要直播要录影都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得力于技术的普及，我们有技术的掌握，我们可能不需要太高的成本，就可以买到很好的记录甚至是直播的仪器。讲难听一点，你真的要买一个要拿来直播的视讯头，两三千块就有。手机的话，你绑约定元机都有，对不对？如果单纯只是要做直播的话，那所以得力于技术的普及，我们在做档案的产出、诠释，或者我们讲说书写的，还有典藏，像是我也不知道，因为这边的人比较年轻，或许你们可能都已经，或许你们在网上可能会遇到一些人，他们自己号称叫做人类文化的保存者，然后他发文的那个楼下面会有一堆什么感谢大家一生平安的那种，对，大家知道那种人吗？不太知道吗？不太知道，可能没有人知道，就是其实你只要花点，你只要花一点钱，然后花一点心思，你都可以去做很多档案的储存。相信现在这个写程式也不是太困难的，写一只爬虫要把什么样的档案爬下来，如果你真的有心，你不用花超过48个小时，应该就可以写出一只程式，爬下大概10万笔资料，然后下载到你的电脑里面。这都是得力于现在技术的普及，然后知识的传播很快速。那所以说，我们不只是典藏者，包含档案的创造者等等的，我们都慢慢的不断的在普及，然后那个年龄层次在降低。大家应该有看过那种超级小小孩拿着一支相机，然后这样子，对，好，那所以你看像这张照片，你就会发现，其实当你今天是一线的参与者的同时，我们在天桥上面，很明显这张照片这个视角也是一位参与者在天桥上面，这应该是天桥，然后拍摄的一个景象。那同时他在参与的同时，他也正在创造这些档案，而这些档案其实他就已经他其实就已经拥有了创造档案的人他想要表达那个思维，选择本身就已经包含立场，选择本身就已经包含立场。就像刚刚提到的，新闻记者一定会去选择、去挑选他想采访的对象。那在那个挑选的过程中，新闻记者想要表达的立场就在那时候已经完成了，在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了。好，
那数位原生物件的大量出现，就会造成说，哎、欸，现在有一种新的形态的搜寻需求正在慢慢出现。那像，因为我有这一次报名的后台，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是从佩欣的 IG 那边来的。那其实那时候我就知道，其实那时候我就已经跟佩欣有讨论过一件事。那时候佩欣转战 IG 这个平台的时候，我那时候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为什么呢？喜是什么？喜是确实他吃了这一块独占的市场，因为当时 IG 上面没有人做这个，但是 FB 已经蛮多的 ，YouTube 也不少 ，Twitter 也有，但 IG 不多。然后，但是所以一则以喜就是哇，他看到这个广大使用者这个需求，然后他去填补那个需求，在那边做一个攻击。没有，我根本不是看到。哦，你没有看到，好，没关系，这就是后设。对，但是确实在当下，真的很多人就在各个平台做，但唯独你用了 IG， 也刚好 IG 做的比较大的就是你，真的都是刚好。对，而且那本来我个人账号。对，没有错，那所以在这个状态下，这一则以喜，但一则以忧是什么呢？如果用过 IG 的朋友就知道了 ，IG 是很烂，它跟 FB 差不多烂。搜寻的功能啊，或者是要做，你甚至做不到批次下载，就算它是你的账号，对吧？你甚至用 IG 录的限动，你还要一折一折去按下载才有办法下载下来。它并没有一个功能是能一下把你所有限动的 information 或者的 data 都下载下来，或是都删掉，或是都做某些事情。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现代的社交，不是社交，社群平台它所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跟这场活动的另外一位主办者，就是新乐园的总监，之前有发起过一个计划，是想说，他们就是在讨论一件事，现在很多那个地方的耆老们在讨论事情，各位知道都用什么平台吗？用 LINE。那怎么去记录那个讨论的过程？对，你可以存，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要回到3天前400则对话时，我会想杀。对啊，没有错，或者是你一觉起来就999的那种，对不对？你就会觉得说，天哪！而且LINE真的很烦，就是LINE放下就不见，然后图片是放下就不见，然后LINE的工程师还有点的，没事，这个就不要讲哦。那所以说，就是在种种的因素下，我们的这个社群惯性会推使我们去使用某些平台，但其实这些平台他们正在，我们自己使用者会觉得说，挺不错的，我们在这边过得蛮安逸的，蛮温暖的，但事实上我们正被这些平台挟持着。大家有意会到这种事？我们在使用 IG， 在使用 Facebook，IG 最早会红是什么？是因为它最早它po文的形态是图片搭上不是很多的话，然后后来限动这个功能也是先在 IG 先有，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那其实这个状态都在显现一件事情，是我们某一个世代，我不敢讲说是年轻世代，因为我不知道更年轻的世代现在在用什么。抖音。对，但是以某个世代他们开始倾向 IG 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状态是大家对于讯息的接收是越来越碎片化，因为现实它只能限几秒，15秒，你现在能做到的接收讯息的那个惯性已经被训练到，我一封讯息或一则讯息就是15秒的耐力，那。就像刚刚佩欣讲的，有很多事情需要庞大的脉络去支撑整个真理的原貌。我们如何用那15秒
去看整个事件的原貌呢？尤其是你已经被训练成有这样惯性的观看方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社群平台它背后有很庞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其实同温层这一件事情，在可能100年前，甚至几千年前，只要人类聚落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有同温层。那为什么这几年同温层才慢慢越来越发的出现？原因是因为演算法，我们喜好观看什么内容，系统知道，它会为了让你持续喜爱这个平台，去持续推荐你喜好的内容。所以在刚刚提到的，我们今天我上街，我们今天在社会运动的当下，我们那个讨论的状态不再是 maybe 我们什么限动叠图啊，或者我们开一个群组啊，在那上面打一串群，不是，而是我们可能就像现在这个状态，只是不是两个人对着全部人，而是可能是 maybe 大家做的一切都是随便散乱的做，然后开始你一言我一句，而那个讨论的状态是目前我们社群平台里难以做到，或者是正在积极想要抹除的那个状态，因为那个状态其实不利于整个平台的整个营运，或者是整个我们讲收益之类的哦。那所以说在那个当下，我们参与者跟我们档案生产者之间，就会产生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尤其是刚刚也有提到嘛，在被激化的那个状态下，前后端是无法被清楚的分开来的。那所以说，在当下可能大家看到一个很惊悚的，或者是很直接的一个事件的那个瞬间，拍张照放 Facebook、放 Twitter、放 Plunk、放 IG 之类的，然后可能就被大量的转发。那在这时候，那它就会有另外一个新形态的一个搜寻需求产生，因为它不再可能，它不再会是你今天突然写了一本书，或者你写了一篇社论，或者你写了一篇报告这样的状态，而且那一个东西它所造成的后续的影响与现象，也不再会是我们可以直接观测到，因为我们过往我可能可以直接观测到的状态，可能是我今天我写了一篇报道，或者我今天我写了一本书，我可以用销量，我可以用某种讨论度来间接得到说，这些内容有造成了什么样的回响。好，那所以这个是典藏在这段时间开始慢慢会遇到的新的状态。你如何从 Like或者是 Facebook， 然后 IG， 然后香港人会用什么 Telegram 连登，如何从那个东西里面去截取资讯，去截取重要的资讯，也不是说重要的资讯，就是去让那些资讯能够被持续下来。因为一件很残酷的事情，连登的 server 只要关了，人物就没了。Facebook 可能还好，对，可是 Facebook 跟 IG 它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它会有我公司的政策，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跟另外一个单位叫在地实验，他们也是，他们会把他们录到的社会运动的影像投在 YouTube， 但是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80%都被删了，或是被黄标，因为他就是有那样子的疑虑在，那当档案到了典藏端之后，它就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那最简单的几个问题就是，很直观的嘛，我不知道谁做的，那就是会有授权问题。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问题是，刚刚有提到嘛，参与者可能上街完之后回到家要把所有的记录都删掉，那回到产出的档案本身，那个档案是上了网之后，它就是公开资讯吗？如果那个档案上了网是公开资讯，那
这件事情本身会不会危害到运动者，这也是一个值得被思考的问题。或者是今天某个人他创造了某个档案，然后他在那个档案上面落了款，落了款，然后在这个档案在后续在传播的那个落款持续存在，是否会危害到那个创作者？然后再来是诠释，诠释，我想诠释应该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网络上已经很多跟诠释有关的迷因图了，就是错误，就是一张图，大家有很多种想法，然后脉络问题其实也是类似。那这边就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那在这样子状态下，我们在谈典藏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先回到一个问题：你收什么？像是刚刚一样提到 LINE 今天一夜起来，哇，999加，你是要每一则都藏吗？那藏的内容包含什么呢？是所有的讨论吗？贴图要不要顺便收呢？他今天用了嘎波的贴图，跟今天用了白烂猫的贴图，跟他的时空背景有关系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状态。再来像 Telegram 香港的爱用是为什么？因为它容易删掉，然后不容易被 tracking 到。它可以删对方的讯息。对，那可是相对的，那它进典藏了。然后再来，我有意的删掉对我不利的资讯，再入典藏了。这个都背后就会有一个问题。那我这边就引用了，中研院刚刚提到，中研院的庄廷瑞教授，他庄廷瑞研究员在2017年发表的针对太阳花学运的典藏，他就提到一件事情是，对于当代世界的记忆，它既属于个人，也属于群体。那文物在从事件被收集的那一刻起，关乎个人与公众亲近使用权利的考量，这也会局限了对该文物该有与可有的措施。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谈过，这个东西在博物馆里面比较像是就是博物馆化，就是当这个东西它被纳入典藏的那个当下，它就会丧失它原有的功能。好，举个例子，那个抗争的文宣，它当它今天进到了博物馆时，它就会丧失抗争的功能，它就会进入博物馆后成为博物馆物件，然后拥有博物馆的脉络跟属性，而不是抗争的物件。所以在刚刚有提到的，我们讲说迷因也好，我们讲说图文创作也好，当然，你说邪魔外道，其实我觉得就不是讲什么邪魔外道什么之类的，它就是当它就好像它是一个很好笑的梗图，或者很好笑的迷因，或者它是一个很黑色的幽默的迷因。当它进入到博物馆，无论是香港的博物馆、台湾的博物馆、美国的博物馆，什么样的博物馆，它就会丧失迷因的特性，因为它就变典藏品。而在这样的状态下，当我们使用这样的状态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局限的对那个文物该有或可有的措施。那在另外后续提到的一点就是，社会运动很多时候，刚刚佩欣提到嘛，社会运动它是一个集体的，然后可能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持续的状态。那我会去说是它是一个高度变动，而且它是富含政治性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状态下的同时，相对应的，我们的国家典藏机构也是，它可能不是高度变动，它是稳定且不变动，但是它是高度政治性。好，各位应该可以理解，典藏机构都是高度政治性的。好，举个例子，像故宫就是一定是收，就是那一批从中国回来的文物，那历史博物馆就会是收台湾比较古典的，或者是它就真的是收历史。像台湾现在如果真的是要当代物件现在就只能转藏到在台南的
那个台湾历史博物馆，各位去过吗？在永康那里哦的一个台湾历史博物馆，如果是比较当代的文件，你就正常去那里。那可是无论如何，在这些物件在被收藏或者在入场的时候，它就会被选择。为什么？因为博物馆会有它的政策在，博物馆会有它的那个典藏的因素在。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很多时候对于运动者而言，真正重要的物件可能会被选择掉，就是会就不选了，所以就被挑掉，或者是它可能就会被纳入，或者是这个物件可能对于当下的运动者而言，它可能是五件一组，但是可能在入场的时候只藏了三件，或者它会分开典藏，这都是有可能。我们每次测一个展，就会去试想说，观那个参与者的体验跟感受是什么？我们想要他最后带出去的东西有可能是什么？然后这个东西会去决定到我们到底要摆什么，跟你的动线、你摆放的位置啊，什么的。所以其实你进到一个展览，你就已经被设定好了。那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如何妥善的收？所以它可能就已经不会是刚刚在配信最后做解的时候那三个问题，包含什么时间差、失真以及诠释。它可能在典藏端的时候，它可能很直接的就已经在入场的时候某些东西就遗失了。而且那个意思可能是，主动的，也有可能是被动的，上次我们在聊要在讲座讲什么的时候，就没关系，这个我后面再讲，那就是，那再来最后一件事情是，我们在选，我们在档案在进行，然后产生，然后入场后。我们要呈现给终端使用者的东西，它会是什么？这件事情也是很有，就是很大家常常要想的，就是我藏这个东西要干嘛？但是当然了，我们从一个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一定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去，讲说这件物件怎么去入场，但是像在。大家有看过这个展吗？这个展在五月的时候结束了。这个是在台史博的一档展览，就是在谈，就是展战后的台湾社会运动，从很早期的到三一八到比较晚期的都有。然后在里面，我就是要讲刚刚讲，就是他们入场的一件东西，就是大家都知道太阳花学运里面有还蛮多很重要的 item。大家应该知道，像是香蕉，然后太阳花嘛，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item， 各位知道是什么？就是太阳饼，然后他们其实就典藏了当时被咬的太阳饼，然后在展览中有展出来。那在那个瞬，那在现在我们这一群人可能对于太阳花有共同记忆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那块太阳饼。会会心一笑，没有说这个可能就是当时被放在某个立委桌上的太阳饼，然后被参与者咬了一口，然后来不及吃完，然后就之类的，然后还有包装之类的。但是那个是我们现在我们还拥有那一个共识，或者我们还有拥有那个集体记忆的状态下，我们还记得。但是当我们过了。maybe 一百年后，或者是过了也不用很久，其实就是大概三四十年后，这些事情可能就这个脉络就会被缺失。就像刚刚提到的，公众讨论的那个细节，它是会被积极的遗忘，被积极的缺失在整个论述里面，因为它缺乏一些
他可能缺乏一些比较妥善的记录，或者是他本身就是难以被典藏的东西。哦，那可是像是在这个展里面，他其实就会提，他就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因为我想问，有人看过这个展吗？在场的都没有看过。你有看啊？我跟你去看的啊，真的是哦。那其实在这个展里面，它就会出现一件事情，就是，那是因为我们台湾现在的政治或社会状态允许，不然如果在台湾比较相对威权或封闭的状态下，这个展的策展人他如何去论述当下的许多的社会运动，这会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好像现在的国安法。其实事实上，我们这一个集会在国安法的范畴下，它可能是个maybe非法集会也说不定啊。但是，那在这个些社会运动里面，台湾的社会运动有很多，除了是对抗政府的以外，它同时也有一些是对抗一些财团啊，或者是，但是当然背后可能也跟政府有关。那在那个状态下，我们如何妥善的办好一个展，让大家可以看到那些脉络？又同时不要那么偏颇，这个其实很考验策展人，或者是他也很挑战典藏机构的底线。因为其实这个展能被在这个馆展出来，它本身就已经承载了这个馆或者是这个策展他的那个思考跟他的那个脉络。好，那这边我就再次又引到庄廷瑞在那一篇论文里面最后一段提到，当代群众运动的记忆有着复数多元的诉说者，而这也是文化记忆机构策划这些运动网站。我觉得这边讲网站，我们可以讲更多元一点，就是后续的这些运动记录所面临到的困难，那他们怎么解决呢？中研院怎么解决？318公民运动文物记录典藏库始终并无尝试诉说太阳花运动的历史，而是无选择性的呈现一场内阁。好，那这个是中研院他们到最后这个资料库整个完成并发表后他们做的选择，就是这个其实，因为其实318也没有过去多久，有应该也2014年吧，是吗？我有记错，是2014年，对，2014年，2014年到现在也才6年，其实怎样呢？还是我记错了？是2014年吧？是，吓死我了！如果这边记错就很倒霉了。那这里其实，因为318学院其实到现在过去，它都没有很久，才大概6-7年。然后里面很多代表人物其实也都，讲难听一点就是也还都在世啊。那所以说，在整个状态下，我们去为整个事件去做一个定调，或者是去为整个事件去我们讲说叫盖棺论定，都还太少。甚至我们要去为它填写一个所谓的历史地位，那都是有点太着急了。318的案件都还没审完。对，也都还没审完嘛。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要去讲说，那个当下的脉络，我们讲说什么究竟是怎样，好像以目前的状态，都好像都还，我自己都觉得好像都还没有那么适合，因为就好像你讲嘛，案件都还没审完。可能检察官还有满满一堆的文件都还没看完之类的。那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在针对这些的文献，才要慢慢的开始梳理，才要慢慢去思考说那块太阳饼在整个运动里面有什么样的内涵的时候，我们现在作为典藏者或书写者，就要去为整个运动去做一个定论，或者是描述。像说还比较早的一些，那同理，香港也是，香港甚至不是一个结束，以目前反送中来讲，它甚至不是一个已经结束的社会运动，它是仍持续不断进行的
摄影棚。那在这个状态下，要去做出我们讲说刚刚一直提到的客观的书写，是我自己是觉得非常非常困难，因为它就已经还正在发生。或许我们当时觉得哪一次哪一些世界是这样子的，当大家都有共识的时候 ，maybe 过了两三个月，新的证据出来，那又不是那样子。就像刚刚提到的时间差的问题，那如何去，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如何让这些东西能够熬到它足够可以变成一个历史定位，或者是它是，怎么讲？我还记得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说如何认定一个历史事件是一个稳定的历史事件，怎么认定？各位知道吗？相信在座的几位可能离高中还不是很远。怎么认定一个历史事件是个稳定的历史事件呢？就看学生会不会考。啊，学生会考就是个稳定的历史事件啊。这是我以前历史老师说的，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就是，当然你说的我公民考，那我觉得那另外一回事。但是有些历史事件，很多的社会运动到现在，就算它可能已经过二十年，它还是有它的后续的那个涟漪存在，对之类等等的哦。那所以在这样子的状态下，我们如何去诉说它？可能不会，我们如何去诠释它？它可能不会是典藏机构适合或者是首要去做的。那在这个状态下，什么会是我们典藏者或者是记录者适合去做的呢？最好的做法就是让它能够持续被留下来，就像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那个留下来的状态会是在里面提到的无选择性的呈现。就是你要能够收纳你尽可能能够收纳的绝大部分文件，那可能才会是，对于一个正在发生，或者是才刚结束不久的一个社会运动，会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因为其实，在以台湾的状态来讲，这些社会运动在结束的一段时间后，它可能会慢慢退烧，但是它也可能就是它也会在可能二十年或三十年后，新的档案被公布，或者在档案被公布的那个状态下，有更多新的论述被创造。就好像当时绿色小组把当时所有的影带剪接完，然后公开在网络上的时候，也是造成了不少的震撼。好，那这边回到我们原本的就是维基这边，维基作为一个公共平台，它的档案生产诠释的工作，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用的图片，除了那个展览的图片是从人家官网上面截图截下来的以外，其他都是从维基上面拿下来的。那其实，从维基在这之中，它能提供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就它能解决的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也是上个讲座有提到的一种知识权利未明的一个状态。其实社会运动产出来的那个档案本身，它也是类似的状态，就是它的那个权利是未明的，而且那个未明的状态是你也不适合去指认的，因为指认本身带有风险。质量本身就代表学术阶级。对。等等，那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刚刚这些档案的那个状态，尤其是立场，这边要特别讲一下立场，立场真的很特别。这张照片是立场提供给维基共享资源的一张照片，就刚刚提到。那在立场里面他有写一个授权交换，他写的很有意思，他写说
立场新闻哦，它提供给各机构及个人哦，可以随便使用立场新闻的直播片段，不用联络我哦。唯望避免扭歪曲事实的删减哦。那这蛮有意思哦，因为它这个授权条款，我觉得这个后续可能还要问一下陈夏，这个授权条款是我的感觉。但是我自己读起来感觉它是接近 CC 零，但是它只有一个但是，就是我不需要你做扭曲现况的一个剪辑。那所以在危机共享资源上面，因为这些媒体在被上传的同时，都会要求要有那个授权条款的注入，所以它可以很好的去解决就是知识权利未泯的状态。那你刚刚提到阶级的问题，你们知道318他们最后那些物件是怎么样解决授权问题的吗？各位知道吗？中研院怎么解决那些物件的授权问题？中研院开了一个网站，让你去认领那些物件，就是你去看到那个物件如果是你做的，你可以走一个程序，把那些物件认领，认领完之后，中研院会推荐你几个授权条款，让你把它释出出来，而且不用用声明释出。这个是中研院他们做的方法。那其实对香港而言，他们能有什么样的做法呢？其实他们可能就可以发一个共同声明，就是发一个共同声明的一个授权条款，在什么状态下释出的档案，得依什么授权条款释出，这可能会是他们比较好的做法，因为他们就在这个条款下，所有都一视同等，也不用署名，也不用署名，好，那不过这个我们都可以在后续 maybe 可以找著作权的学者，像我们前几场的那个著作权那一场的讲者，来讨论，好，那在维基上面，它这些资讯，它这些 metadata 其实也都是用群体创作的状态去更新下去。那群体创作的状态有什么好处呢？其实群体创作，大家应该知道国安法这个真的是全球都可以管到的法，它里面有列到很多资讯。其中有几条就是提到说，如果我认为这个东西有违香港国安法内容，那我可以要求这个平台交出资料。但是其实维基的这种共同编辑，它其实保护了一种状态。维基的共同编辑其实保护了一种，没有人真的能够跟你保证什么资料会或不会出现在维基。那在这个状态下，其实国安法的声明就根本没有办法，因为维基也没办法真的保证，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这边要强调，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需要被保证或需要保证这件事情不会发生。那这个其实是维基这个平台上面，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好处。好，那最后其实我们想要回到一件事情，是回到整个这个聚会其实有提到的，我们如何去用结构化的方式去创造这一个资料的典藏。这边可以给大家另外一种，这边 demo 大家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创造另外一种观看反送中这个运动的样子。这边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香港反送中游行的
这一个 item 连出去的所有的资料的知识图，好的一个状态。那里面主要的物件，大家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然后再来是香港。那你就会发现，在传统或者在维基百科上面，我们在谈游行，我们在谈每一个事件，我们常常会用一种很线性的方式在讨论，就是一个timeline下去嘛。然后我timeline下去，我可能可以再扩展一个二维的。二维的是什么呢？就是地点，可能今天在元朗，今天在哪里？今天在哪里？今天在地铁站，今天在香港大学。但是今天我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图像，我同时又包含一种线性的在哪里？你看这边有一个 early， 接下来就是接到 early， 接下来接到July 啊，就七月、八月，然后九月、十月，哦，而这些八月、九月、十月，它又会各自连接到他们所被连接到的每一次的这个活动，包含是每一次的反送中的游行，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的事件，哦，像是起因啊等等的，哦，像是你看这边有一件事件，它很神奇的，竟然跟这件事情有关。哦，这个应该就是圣歌吧？这个应该是 Maria has something to say。哦，这边被配个 storm。哦，然后它引发了什么？它引发了那个香港警察什么什么事件。哦，那所以这个是一种我们还有像这个守护孩子。好，守护孩子跟什么样的事情做连接？好，那所以这个情，然后再来像是这里，你还可以连接到像是日本东京的啊，哦等等的。哦，我本来有做另外一张图，是想要把全球的游行都列出来的，但是鄙人在下，我的笔电跑不动，所以因为物件太多了。可以承载的物件实在太多了，它那个没办法渲染出来。哦，那这个图之后会放在网络上，大家都可以去看，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说，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哦，那这边是提供大家另外一种观看的方式。哦，那今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场地哦，并不是我们自己家的，所以我们有时间上的压力。那我今天分享大概先到这里，那后续我们先让大家 Q&A， 好不好？对，感谢今天时间有空，我比较好。那我们现在先开放给到现场有没有？有没有人想要询问台上两位讲者问题？那这张图说明是 general 的。这张图它有一个制作的方法，它有一个平台可以去制作。那这张图，它的资料就是来自于 Wikidata， 然后我要制作这张图，只需要下一些过滤，我就跟他讲说我要提供哪些资料，其实我可以直接做。是如果部分用直接丢的，就不会弄到这张图出来。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其实整场听下来，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不管你是参与的后期制作的，或者是诠释的，其实都蛮主观的嘛，没有一个时刻是客观的。那可是大家觉得记录是有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是。所以以像是以维基的观点来讲。绝对客观是不存在的，就好像，你们像是，像香港那边会举办什么黑警的集会或黑警游行，对不对？那同样的，香港也会举办春警集会跟春警游行。那所以在这个状态下，对维基来讲，什么样才叫客观呢？就是两个都写进去，这是比较好。飞星，你有参加过春景集会吗？没有。那你有看过吗？我在香港时候没有。我没有。
点点去问一下，就其实跟着刚刚 Patrick 的问题，然后因为我自己其实在香港的时候也参加过四月的那个旅游旅行，然后确实可以感受到像佩欣说的，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台湾人去参加的游行，但那时候我也有外国同事一起去，但是他们看的角度就会很不一样，可是当时台湾人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觉得不行，我觉得我的立场没有办法自己中立的，所以刚刚佩欣最后有提到说这是一个他可能是一个国界的强者，对，但是如果说以比较 personal 的自己个人的立场，那会怎么去想象说今天一个机构他有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的想要进行收藏，或者是有个人要进行收藏，那你会比较期待说针对反送中这个事件，那留给未来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观看的角度，是属于比较个人的。然后文月，我也是，文月也可以提供一个关于说，如果进到 Wikidata 或者是 Wikipedia 以后，怎么去辅助，想要留给中文或者是英文不同的使用者的一个观点。对，因为我们前几次其实就一直有讨论到这个中英文转换的问题。那香港它是一个白人国。的一个地方，可是实际上这双边的资讯是不是有同步，我觉得这也是会在造成传达上的一个差别。还有现在有一个状态是这样，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谈的三一八，
他可能在很多东西也都还是很稳定，那就一样就是就还不够久，所以在可能 maybe 再过10年，那他那个状态可能就会比较不一样。当然我们也有可能会去叙述说，我们也可能可以去讲说，就是哦，可能再过10年，它会变得，因为 maybe 因为国安法，所以黑警的言论就全部都被抹杀。但也有可能是哦，因为香港怎样，然后参检言论也都被抹杀，那也是一种可能。但是就是它可能就会相较于现在那个状态，现在目前的那个状态，它会更加的，我会觉得是更加有共识。对，因为所有的报道，所有的内容都不可能绝对的客观或主观，因为像我们现在每过一秒，我们就更不认识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对，我还记得那个访问对谈那边，在历史研还有的节目，他还访问当事人、艺术家之类的，当时都是两个形式。可是连当事人都不记得，对。可是那个答案是留在，对。之后留在历史的图书馆，那还好在历史也有去，像收藏。绿色小组他们也是做类似的事情。你可能过了30年后，你再去问当事人，当事人可能会因为当下过度的恐慌，或是对于那些事情，他呈现一种我积极想要遗忘那段过，他可能对于那件事情，他可能否认，他可能。编造，他可能就真的忘记，或者是他可能是无意识参与那件事，可能那时候在游行，然后我只是路过，然后就被拍到了，然后你来访问我，我就真的是路过。对，即便是二二八事件到现在都还在征集，就是有没有当时经历过二二八事件的口述历史，到现在都还在征集。那其实像刚刚那个状态，佩欣在跟大家讲的这个状态，其实那就是一个口述的那个过程。这个记录可能在这3年或这5年来，可能大家就会有很多的讨论，会说，佩欣在几分几秒讲的，明明就不是这样，或者是怎样怎样，他可能会有很多的状态。但是可能过了10年，以10年的尺度、20年的尺度，他可能就变成是，他可能是一方观点，或者是他可能是。他陈述是这样，而事实是怎样？他的那个陈述状态跟表现状态就会不太一样。对。好，那大家还有？我想要顺着你刚刚提到，就是时间过了还不够久的这件事情来问你一个问题。刚刚提到318点过这个，他目前没有办法采取一个就是。决定或是判断的立场，所以他把异常面的所有东西尽量的按照原样的保存。那好奇的点是说，这样的全部保存的方式可能是最完整的，可以提供后人就是去做判断。但是他这样的全部保存是有一个时间上的期限吗？例如说，他到什么时候应该要来做一个？重新回来检讨，就是是不是全部的东西都需要收到典藏的这个问题，这是我比较好奇。就是如果说全部保存当然是最客观，那典藏本来就有它的一些空间资源，还有时间上面或是手法的限制。那全部保存只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这个权宜之计可以到什么时候，或者是说它永远都只能就是把它作为。就是尽量的保存任何东西啊。佩欣你要答吗？这个可以讲。我认为当那一个权宜之计不再是权宜之计的时候，这个资料库自己会消失。这个自己会消失不是因为我今天没经费，不是因为到期，不是因为怎样它就消失，而是今天我可能会有另外一份。举例啦，如果真的有这一份什么318事件全集，或是318事件图录，或是318事件汇总的一份出版物，或者是一份研究，或者是一套研究，或者是有那样多的史实去佐证他的那个状态时，这
这个独立的资料库，我会觉得他的那个他自己就会去思考这个转型，而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因为那就是要后人什么时候去把那个足够多的研究完成，就好像我们会现在会有出版所谓的28世界会诊全集这样子。那你说那个资料库会被淘汰吗？它可能也不会被淘汰，它可能会被转，它可能会被转化，或是转型成另外一种形态的资料库，或者是它有可能就会被某个资料库所并进去，因为它的那个独特的那个功能性不再需求。我目前觉得的想法是这样，当然啦，可能你直接去问那个盖这个资料库的人，他可能就跟你讲说，哦，专案经费只到某某年，那就收起来。那这是很务实的问题，就是这个经费可能只到某某年，因为这个资料库是某某经费什么的。那，对，你是讲我想补充。对对。哦，没有，大概是这样。直接讲。对。因为我不晓得你问的是实体文件还是刚刚那个网站。据我所知，中研院也是有收少数的实体文件。没，后来都转走。转去开始对。所以因为中研院它本身并没有收藏，应该说长期收藏库房的状况。那当他把实体文件转到台史博以后，对。博物馆的管理来讲，当东西进去了要被注销，其实是非常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只会有哪一天库房真的满了，但是未来发生的事件，可能就必须盖新的库房去维护它。然后资料的部分确实就像台湾通话，确实就像我们讲的，它很容易因为经费没有办法再持续的维护，然后就变成现在其实大家也知道有很多书。政府专案型网站，它就留存在网络世界中。那它可能随着软体或者是网站的一些技术的更新，那它可能会渐渐的走样，或是渐渐的没有办法被连到，那是有可能会变成的状况。其实最显而易见的状态就是，台湾有一波大概千禧年左右做出来的典藏型网站，因为这波网站。没有，中研院就是以前有大概千禧年有一波，对，然后那一波的网站都有共同点，就是都用 Flash， 那所以那一波网站到现在就会有一个问题，它大部分的资料你都取不到，就是它不是页面消失哦，它是它那个入口页面是用 Flash 写的，那因为现在的浏览器都不支援 Flash， 所以对，它就是一块灰灰的在那。哦，那如果各位想要知道那个网站长怎样，你可以去看国家图书馆的图书馆网站，就是它有列出全国的图书馆。那它那个行政区，就是它有设计一个功能，就是你点新北市的那一块，它就会跳出新北市的博物馆，的图书馆。可是它那个地图是用 Flash 画，所以我就点不进所有县市的图书馆。可是所有县市的图书馆的那个页面其实都在，它都在。哦，那所以，所以这个状态其实很现实，就是，第一个是很直接的，就是经费如果到了，那就没了。第二个就是现实技术的淘汰。哦，就是当年 Flash 是叱咤风云，大家也觉得用 Flash 的网站超爬超下巴，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说，其实 Flash 在十年后、二十年后就被淘汰了。就如同当年大家也觉得无名小站超屌，对吧？可是现在也爆了，哦，像我，像在座的可能都养过小番薯啊，以前也会觉得小番薯这么好玩的游戏，可是就是挂啦，对吧？所以，这些东西，这些它都会因为技术，可能在五年或十年或十五年内，它就会消失，而那个消失的状态，它可能不是因为经费没了，或是 server 关掉了，而是因为你们的技术。那你说技术不能转移啊？能啊，可是就要新台币，而且潜意识底下，大家都会对。
也是上次有提到的，你今天看到那边放了一块，他说是太阳花学运被咬了一块的太阳饼，可是你既摸不到它，也闻不到它，它就被罩在玻璃罩里面。那你怎么确信它真的就是那块太阳饼？它可能也是个太阳饼模型，或者是它是管员咬了一口然后丢上去，这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可能模型的机会可能比较高。秘密档案吗？官方处理，这很微妙。我记得中华民国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吧？我觉得这是秘密档案的秘密问题。对啊，好，这是每个国家没关系，是自己会有秘密档案，一定都有机密，就是像公文会有所谓的机密公文，只有少数可以看到。对，秘密档案，台湾有一批秘密档案的状态很有趣，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史。在座有人去过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吗？只有我去过。中国国民党的党史馆里面有所有中国国民党的资料，可是它的状态很特别，就是它不是公开资料，但你可以进去它那个党史馆，然后去得到它那个锁书号，然后拿那个锁书号给他们的服务人员，他会拿那一份文件给你，你不可以拍照，可是你可以把它抄出去。就是你可以拿一份 Apple 白纸，知道吗？那这样是机密档案吗？你不能拿出去，你不能拍照，但是它就是有这样一批档案，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哦，就去八德路那边三栋，你走进去就说我要去港史馆，他们就会让你进去。是蛮有趣的一批档案。我知道，如果有人要研究，就带现场一批人，然后进去开始抄抄。之前那个监察院不是也有什么全民一起抄运动吗？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监察院说我没有不公开啊，只是就是你不可以拍照，然后一个人进去，一个人进来只能抄十分钟什么的。我记得之前有类似的活动。然后因为我们场地剩下十分钟，我们还要做现场的那个整理，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抛了非常多的问题出来，而且确实都是在现在所谓的原生数位时代。而且在数位时代做的社会运动，跟过去可能，未来会面对到的保存的，它应该说现在就已经面对到了保存的状态，会跟过去差很多。然后很多希望大家今天收获有很多，然后感谢大家。下礼拜二跟下下礼拜二同一时间都有讲座。